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饭团小夫妻一家，鼓掌。我们今天要来穿女装，还是女仆装哦？儿子开不开心？女儿开不开心？看他们的表情，应该是很开心的哦。趁他不注意，嘿，先套上头，好，成功。还有一个这个。这个原来是戴在胸口的围兜，但我觉得如果说给我们儿子戴头上，是不是更可爱一点，别有一番风味的。不可以咬，不可以咬。哟，这个女仆好劲哦，好劲哦，去过夜店的女仆呢。哇，一朵大花花，我觉得这件衣服有点像浴袍。OK， 我给你整理一下。好，超可爱。给你也拿一个围兜，不然显得特别胖。噔噔，超可爱，超好看的。我感觉欠了他钱了。他的尾巴真的是毒液。虽然我们家是饭团小夫妻，但是还有。第三只猫仙女，虽然仙女没有任何的衣服可以配她，但是按照传统我们还是要给她带一点小配饰。很可爱，嗯，好，我们带一个这个。这个就是冬天妈妈给你套毛衣啊。套毛衣就是这样的。好了，粉粉的多好看，你看，桃子，你看，蜻蜓，它一动都不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乖乖，爸爸帮你把这个兔耳朵拿掉啊。一个。范氏女仆，汤圆是浴场小公主。来，爸爸要出绝招了啊！吃，来吃。好看这边，来看这边，看爸爸这边，别动，汤圆，汤圆，看这边。嘿，漂亮，漂亮。要乖乖哦，以后不可以这样哦，知不知道？抖的时候的。哦，吃吃吃，哦，吃药的，吃还是要吃的，刚叫的那么凄惨。好，行行行，我们来解除封印，回，没啦，自由了，好快好快好快，来，哎呦，杀猪叫哎，快点，他的小爪子摸不到。干嘛？想吃吗？想吃你咬抱抱，爸爸抱才有的吃啊！哎呦哎呦，我操，好重啊！这是只猪吧？儿子啊，爸爸跟你说，爸爸呢平时最爱你了，最偏爱你，你知道吧？你是爸爸最爱的小猫咪啊！看爸爸对你多好呀！啊，好了，下去吧。哎呦，可爱。对不起呢，爸爸错了，下次再也不给你穿衣服了啊，爸爸错了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了。